做出不懈努力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。The trip was going through an extremely difficult phase of the war. China did at the border. 请向有关方面核实，肖建华因涉嫌刑事犯罪，正被司法机关依法追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，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，肖建华具有中国国籍。中方依法对本国公民犯罪行为进行审判，其不享有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。